平川说炼境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happy 和浪漫的精彩对抗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NI 北部诸岛，哎，又是这张有趣的地图啊。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族 ID No Name， 也就是浪漫无限的世界第一人族。好，开局的话还是常规开，口子堵的倒是很不错。他的对手呢，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红色的亡灵 ID Happy， 目前的大魔王啊 Happy。 而最近的话，浪漫和 Happy 打的确实稍微的有点少啊，之前打的多是因为别逼我背啊，经常邀请 Happy 跟浪漫打，但最近的话 Happy 很少打别逼我背了，所以双方啊打的次数比较少，一般是天梯上打或者是其他的比赛相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Happy， 又是地血领主。自从把巫妖更换成地血领主之后啊，地帅领主作为亡灵的一哥地位啊越来越稳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浪漫的一个选择，那也还是大师。双方开局变化不大啊，英雄选择变化不大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双方后面开矿的细节怎么样。一般来说啊，亡灵还有人族的比赛胜负点就在于双方的矿谁先开出来，如果双方同样开出来，那可能亡灵优势一点，如果人族先开出来，那人族优势一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双方的一个博弈了。开局的话，大法师还是敲民兵练一下544，那还是速到三级吧。大法师到三，无论是自己进攻别人的分矿还是防守自己的分矿啊，有二级大水源在，确实稳如泰山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Happy， 那卖了 TP， 卖了腐蚀之力，所以说 Happy 还是开矿的一个打法。同时呢，派一个小甲虫去侦查一下。小强这个英雄啊，灵活扎实是吧，比巫妖的话前期过渡起来更加方便一点。好，大法师开局打的是一个抽蓝棒，那 Happy 这一边呢打的是攻速手套啊，对于 Happy 来说他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装备的。那大法师继续练三的道路上啊，永远往前冲。小甲虫也是边缘 OB 一下，一看懂了啊，你的套路依然还是先到三再开矿。那 Happy 已经等不及了，上来直接开矿。来，小刺身先放个冰塔，后面再放一下矿盖子。大法师必须到三，你没有到三级的话，二级这防守起来不太方便。 Happy 的这个小强啊，后面到二级到三级有这个小甲虫在很厉害。好， Happy 这也是双线练级啊，现在的魔兽越来越卷了啊。你说人族双线练是吧，还可以理解，这不死族也双线练哈。好嘞，大法师的话这一波马上要到三级了。来，到不了三，小甲虫蹭你一下，哎呀有点尴尬。大法师差五点经验值，这差一丢丢到三。好，这里有个装备可以捡一捡。好，小强及时赶过来，目前的话 2.9 2.8， 双方的话经验值差的不多。浪漫这边分矿还没有练，哇，这一局浪漫直接是单矿来打。那 Happy 懂了呀，你不开矿我也不开啊，直接不开了。好，这一局双方放弃了开矿，双方的话是单矿打单矿。那单矿打单矿，最近人族有一套打法打这个不死族很强啊，就是二本火枪 TR。哎，这一集是不是又是这个战术，我们拭目以待。 Happy 的话最近被这个战术搞得有点头疼，上来一波 TR 是吧，家里还不太好守，主要是小强这个英雄的话侦查骚扰很厉害啊，但是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，面对二级大水源，你没有水元素确实有点难顶。好嘞，哎，浪漫分矿，哇，斗智斗勇，浪漫立马取消身板，还是想开矿。哇，双方又开始换了啊。那 Happy 这边二本会取消吗？二本没有取消。好，那这一局轮到人族又要开矿了，但是 Happy 这个侦查做得很到位啊，有一个小甲虫在你家里侦查很久了。好，这一波的话大法师三级还是想开矿，来来来，民兵敲了一波又一波。哇，这一波浪漫为了开这个矿也是牺牲非常大啊，投入了巨大的资源。来来来，小甲虫来冲一掉，目前大法是 3.5 3.6， 小强的话 3.8 级，无忧这一波完了完了，浪漫这一波好像有点亏啊，本来破釜神抽压住这个矿，结果这个矿开的还不顺，关键是二本科技取消了。那这一局的话看看分矿能不能开出来，
这边小强的话状态一搏，哎呦，主矿只有一根圣塔，要不要进去骚扰一下？分矿的话，哎，还是比较慢啊。那这一局人族科技落后非常的多 ，Happy 二百马上升号，这边浪漫还是一本科技。啊，这里整了一个蓝牌，大法师的话水元素可以多招几个。圣塔先升一升，小强过来了，再一次戳一下小强，大法师水元素一招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小狗挠一下你的农民，浪漫可以开矿了啊，赶紧开，再不开真的是猴年马月。好，又敲了一波民兵过来支援一下，哎，这两个民兵就回去了，这个团战没有打起来。好，赶紧开矿，赶紧开。那 Happy 二英雄已经开始出了，那这样的话就看到时候浪漫能不能守住 Happy 的一波毁灭了。科技进度落后非常的多，对手到时候毁灭一波，浪漫的塔可能要多一点，同时呢也得找紧机会啊，去 Happy 家里疯狂的骚扰。这一局 Happy 的话放弃开矿，那大法师还是要去对手家里逛一逛。小强打了个大蓝 ，Nice， 大蓝到手，舒服。二英雄还是 DK， 没有什么意外，三倍升级当中。这边大法师赶过来，慢了一丢丢，好吧，那喝口汤也行。反正现在大法师马上到四级，意味着有二级的辉煌光环，水元素可以多招几个。哎 ，Happy 这一波出去外面，身上没有 TP， 小四生能不能发现这里有情况？好，大法师赶紧去对手家里逛一波，升三本的时候杀你几个农民会非常的难受。那分矿这一边呢，刚刚开好 ，Happy 的话哦还是回家防守一下。那这一波杀几条小狗吧，如果能杀到一两个农民，哇 ，Happy 很稳。直接取消三倍、啊、确实看到这么多的福特曼，农民肯定要死，还不如早早取消，早早补农民，否则后面升到三分之一再取消，那就有点难受了。来，农民杀掉一两个，这一波的话，大法师四阶哟，所有火力打大法师。好，这边赶紧走走，上车上车，记得上车，全部上车，可以。那 Happy 的话，直接升三倍，多补了一个农民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嘞，接下来看看 Happy 有没有机会给人族的分矿来点压力。大法师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啊，幸好啊，刚才打了一个恢复药水，状态补一补。商店敲一敲，后面有资源的话，赶紧把这口子给堵住。Happy 已经一路练过来了，水元素侦查完毕，大哥，对手就在门口，即将过来。那这边的话，大法师先补一补状态，福特曼的数量非常的多。来 DK 的话赶紧练到二级之后有一个光环在，整体部队拉扯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哎，打了个治疗守卫，要不继续练一练治疗守卫，练大点可爽了啊。好，福特曼过来侦查，大法师身上有没有单传，好，有单传，来抢一个野怪，嘿，还被大法师给抢了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，这边福特曼已经冲过去了，大法师一个人吸引对方所有的单位注意力，然后步兵绕后偷袭，就是趁此机会啊，把你的科技给打断，然后自己分矿建筑学搞一搞，不死做好回家了。哎，看见有情况赶紧赶紧。那这边哇，几个步兵啊，十个步兵看起来非常的多。不过 Happy 这边及时回防，那回防之后福特曼想赚点东西还是有点难，这尤其小强有戳，这个一戳下去的话不得了啊。好，走走走，一个戳留下几个单位啊，戳到五个，哇，戳到一半，不错，看他能留几个，一个倒下，这边 DK 还能再留一个，好，两个倒下，再留一个，能留三个不 ？DK 还要追不？可以，大法师也终于找准机会过来了一波，但是三本科技马上升好了，大法师赚不了多少东西，也就稍微的给你一点眼药水。好，另外一边。哇，五个小甲虫又来了。那现在一局的话 ，Happy 英雄等级比较的高，科技进度也非常的快。大法师有单传，但是呢有小强在啊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先走。同时这边甲虫的话也是伺机而动，有塔，好，浪漫二本是升好了，塔要多造一点啊，因为对手三本已经好了，没准就三本一波流。小强又一个戳，哎，这一次抽了三个，没有抽到五个。抽的准确度有点低了啊。好，浪漫过来看一下分矿，暂时没有开，可以过来拆一下对方的一个商店。商店一拆，你这边毁灭抽的就比较慢了。好，赶紧拆，这边修修修，一定要保重。三英雄是吧？到时候还得巫妖得买腐朽呢。
商店一掉，节奏就会断，所以还得要修正。那现在浪漫就是带着富特曼在外面疯狂的拖时间，拖时间，尽量拖一下 Happy 进攻的时间点。Happy 甲虫一看，哎，这疯狂也搞不动，哇，这建筑学很完美，口子卡得严严实实。研究完成。那 Happy 这边三本好，毁灭已经升好了，巫妖来。公爪斧球有没有钱买？好，再等一会儿会儿，买个斧球直接过来进攻。这里的话，大法师还在拖时间。哎，巫妖在家，好，有福特曼想过来偷袭。巫妖的话，斧球买好了，那 Happy 差不多可以进攻了。这一波二英雄选择的是山丘，暂时没有去升三本，放下了双车间，也就是说浪漫开始准备飞机了啊，要对付一下毁灭一波流。人口57、48 ，Happy 的话早早就破了50，浪漫是48人口。这一局的话，浪漫后面二英雄、三英雄怎么练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乌尤来了，包围包围，赶紧走！乌尤大法师被小甲虫给围住了，身上要交 TP 了。好，交 TP， 幸好戳的时候交 TP 啊，要是被戳出来了，可能会被秒。那这一波 Happy 将近60人口，哇，毁灭一飘。好，浪漫尽量拖时间，反正福特曼锁家没用。面对毁灭，福特曼就是经验值，那赶紧去对手家里给对手一点压力，自己的话飞机赶紧出。大法师身上有个隐身斗篷，靠建筑学看看能拖多久啊。这一波 Happy 很凶很凶，来先把这外面的建筑拆掉，拆掉之后呢再去杀你的农民，拆你的塔。大法师现在瑟瑟发抖啊。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山丘，也是无动于衷。山丘是我也想干活，但是有点弄不动啊。好嘞，拆塔了，拆塔了啊，圣塔先拆掉，里面飞机数量有点少，农民修修修修修，能不能修住？大法师终于动了，好，民兵一敲，不能坐着挨打，所以现在开始出招了，出招了，民兵敲出来，尽量拖时间，就是拖飞机的数量。这一局浪漫科技进度太差，那没办法啊，面对毁灭一波流，自己的塔数量其实也不是很多啊、哦。好，蜘蛛倒下一个，那我们看一下这外一边，哇，福特曼和狗几乎同归于尽，来上来又是一个锤，一发 nova。农民死伤有点多，大法师点一下毁灭，点掉好，升到了5级，山丘到了2级，浪漫的话还在升3本，三本进度现在即将升好，一个锤，哎呦，大法师小心，千万不能被秒，这秒掉就没了。疯狂这边很多农民，两根塔还得继续补一下，毁灭清理完毕，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去处理一下蜘蛛了。不过不死族现在三英雄有点猛啊，尤其是这个巫妖。巫妖表示等我到3级之后就不得了了， DK 马上到3。大法师现在就是欺负你没有水元素，我没有这个毁灭，我就靠水元素来打你。这边飞机数量可以压制住毁灭， Happy 的话吸取教训了，毁灭不能飘得太多，飘得太多后面都是经验值，也占人口。好， DK 升到了3级，人口双方锐减，人族现在是32， Happy 40。现在是怎么处理这几个大水源啊？3级水元素，人称水爷爷，是真的吗？好，小强升到5级，巫妖表示，就我经验值少啊，你们两位大哥悠着点。好，大法师的话，单传到里面去，可以在里面堵住，把水元素一招堵住这个口子。这一集浪漫依靠这个建筑学撑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。那山丘的话，现在经验值有点少啊，状态也不是特别好，先不要抛头露面，先大法师大哥在前面撑着啊。四根塔很稳，家里的话3本已经升好了。好，这一局大法师硬生生拖了 N9N9 啊。Happy 分矿暂时没有开，浪漫心想只要我3本兵成型，我双矿打你单矿还是很有机会。Happy 的话要不要出点绞肉车啊？暂时没有，好，要出憎恶了。Happy 要拼地面，心想你出了这么多飞机，嘿，我跟你拼地面。蜘蛛没有去升攻防。现在山丘一个人在这里恢复状态，大法师，哇，这个大法师立功了啊，5级大法师，3级大水源，撑了10000年。这边 Happy 啊不太敢进去，口子堵得严严实实，我就在外面磨你的基地，然后时不时 Nova 一下戳一下， Nova 一下戳一下。好，三英雄升级师也过来了，浪漫现在50人口了，人口已经开始要反超 Happy 了，不过英雄等级还是稍微的有点落后。其实山丘要不要出山了？山丘一个人在藏在这里10000年了啊、哦！这边农民一个一个倒下。好， Happy 一看骑士出来了，我还是要尊重一下。那 Happy 后面会转女妖吗？但是单换女妖不太好转，先升个瘟疫吧，升个瘟疫，找个机会了开一下矿。好嘞，
浪漫居然守住了。那守住之后，目前最关键的时刻是把山丘还有圣骑士练到三级。现在大法师三级大水源一招，来在旁边看一看啊，让兄弟们练，你自己个的话就不要在这里蹭经验值了。好 ，Happy 这一边，我们看看会不会抓到你这边练级。要是能抓到练级的话，就很爽了。大法师，来避避风头。好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哦呦，大法师一看吓尿了，赶紧走，兄弟们赶紧练啊！练完赶紧走啊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好，装备拿到，打的是一个 DK 的邪恶光环。哎，浪漫要正面接不？好，趁你阵型不好，先锤你一下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正面打不过。哎，这个骑士能上车吧？好，水元素还是被带走了。水元素带走，巫妖升到了三级，哇，加八加五，这弓爪有点多。哎 ，Happy 找机会去进攻吗？我还是先练一练吧。家里的话还是蜘蛛加赠物，暂时没有出这个女妖，主要是单矿，单矿啊，这个经济估计撑不住。接下来浪漫要进攻啦，浪漫现在60人口 ，Happy 的话62，两个人纯拼地面啊。又来你分逛逛一波，哎，好，口子读读严严实实。如果小强五级，时不时戳一下农民有点扛不住。好，浪漫来了，来直接你家进攻。那 Happy 会交 TP 吗？还是拆完分矿再交？好，你不回来是吧？我直接拆你基地。Happy 要不要交 TP？Happy 说我也想交啊，我没有 TP。好，赶紧单床回来交 TP。哦呦，这一波 Happy 居然没有 TP 单矿，确实这个经济不太允许你各种买 TP。 好，你回 TP 了，那我走。这一波浪漫拖了一下进攻，拖了一下对手的一个节奏。 Happy 哇，其实浪漫再拆一下可能就拆完了呀， Happy 没钱了，刚才赶紧采资源，赶紧采资源。这边大法师 TP 买好，哎，要不继续绕一圈过去。不过呢， Happy 这边有小甲虫，所以小甲虫侦察做的还是比较的到位的哦。这边打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？加八加五弓爪看起来很凶啊。DK 的话买了一个蓝瓶，无敌蓝瓶到手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。浪漫还装了一点施救，这浪漫兵出的稳啊。现在分矿建筑学还是比较扎实的，如果有条件外面再补几个小房子就更加完美了。哦，这一波练级被 Happy 给抓了一波，那正面不太好打，还得先绕一圈啊，找个安全的地方练级。尤其是圣骑士啊，必须得到二，你没有二级连自保能力都没有。山丘差一丢丢到三，哎，这一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啊，能练不？哎，秦王绕住，往这边走一走，往这边走一走。 Happy 的话甲虫要不去侦察一下，但是又不想给对方送经验值，所以甲虫远远看见呢赶紧测。浪漫来打一个时间差，对手还没有绕过来，赶紧把这个点给练完了。山丘到三，圣骑士到二，有一定的自保能力了。那 Happy 直接过来进攻，反正你离我分矿，离我的矿比较远，先过来拆一波。那浪漫要交 TP 了不？交 TP 的话，万一没守住就全军覆没。不交 TP， 这个基地好像 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哇，一发戳一发诺，好交 TP。那这一波看看阵型调整好。浪漫还是比较谨慎啊，没有着急进攻。反正先把分矿给稳住，农民补一补，但是 Happy 不走，那 Happy 不走只能硬着头皮打了。五级小乔很硬啊，不太好弄。巫妖的话三级好，上来先锤小乔，哎，小乔先锤住，对手的话就是控制不了我的兵。好，小乔戳一下，这一波骑士往前冲，群补一吃，人口59 56，双方人口还是咬得比较的紧。但是 Happy 这边的话英雄等级有点高，巫妖升到了四级，哇，又一发戳，骑士被戳的有点难受。赶紧骑士的机会还是打蜘蛛，蜘蛛拉扯一下，这边赠物升好了瘟疫，哦呦，一直在掉血。好，来继续追，继续追，可以，这一波人口55 46，哎， Happy 的人口好像有点撑不住了，巫妖的位置有点差。 DKDK 能不能 C 一下？好，递了一个无敌过去，可以，巫妖有无敌配合弓爪，这个输出打的就很舒服了。那这一波的话浪漫小杀英雄没有杀成功。好，两个人呢又拼了一个五五开，分矿暂时稳住了。Happy 的话还没有去开分矿耶。 Happy 哎，这边有甲虫，家里的话主基地还有1600块钱即将采完。 Happy 现在哦还不着急开矿，那还是先把巫妖的等级给练上来，544的等级，说实话这个等级非常的高了啊。那浪漫呢正面不太好打，主要是人家是44，我这边32，确实等级差的有点多。
哎，中间结一个冰可以，但是不太敢冲进去啊，对方冰塔有点多。现在浪漫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给你家里来点压力，同时呢不让你开矿，那拼后期是吧？我这边资源多。好，浪漫已经开始装坦克了啊，这正面不太好打，我装点坦克给你一点拆家的压力。还平，哇，又练一个大点，那这一波小强要不绕一绕，让这边两位兄弟们单独吃？好吧，不让，万一让被对手抓单不好是吧？加十二公爪，巫妖笑嘻嘻了，我的天哪，这巫妖的攻击，加十二、加八、加五，哈，全都有。这巫妖啊，这一局的话，估计输出要达到新的巅峰了啊！啊，飞机侦察，哎，一个点又被练完了。这边的话，水元素给对手来点压力。浪漫现在71人口 ，Happy 只有56。Happy 的话，经济不允许他爆很多兵，但是三英雄有点扎实。DK 有回二戒指，小强的话有一个蓝牌，各种戳。地图上的点已经被 Happy 练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对于浪漫来说，这俩英雄这个等级怎么升上去是一个大的问题。好，坦克已经出动了，坦克给你一点压力。水元素侦查 ，Happy 的话分矿还是没有开。那浪漫分矿2000多，哇，浪漫的分矿也要踩完了，那这一局不太好打。小强有 TP， 你去我家，我也随时能回来。水元素随时侦查，好，没有开矿。但是浪漫由于分矿开出来踩的太多了。后面的话说说不太好弄啊 ，Happy 的话已经把这个基地给修一下，再看到坦克来了啊，基地还是要稳住，否则后面农民都出不了。这一局 ，Happy 练了非常多的点位，那浪漫现在是英雄等级太低，来继续拆一波。好，绞肉车已经安排好了啊，就是处理你的坦克。怎么办？这一波分矿又有很大的压力了，浪漫能正面打吧？正面有点打不过啊，但是拆对方的家好像也没啥前途啊。矿盖子反正也快没钱了，来吧，把绞肉车给清理一下。坦克也来了，那浪漫拆完分矿要守家了。好，浪漫走走走，这里能不能拆掉？可以，哎，拆完了。这一波回来，哎，浪漫要交 TP 不？浪漫要交 TP， 这不交 TP 正面打不过。这一波拆拆拆拆拆，还是没有拆掉啊。怎么办？这一波换有点亏啊，自己分矿掉了，对方的矿没有，对方的三美基地没有掉。接下来就是浪漫，虽然说人口看起来领先，但是呢，坦克占了很多的一个人口啊，四个坦克，关键坦克打架没啥用啊，也就拆建筑。浪漫的话就想办法把欧文给 defeat 了，正面拼不过。Happy 看看有没有开矿的想法。好 ，Happy 继续过来，看看你有没有开分矿。分矿的话，浪漫还没有钱开了，哇！那这一局浪漫要被穷死了，双矿的人族被穷死，你敢信？巫妖过来收割，蹭到五级之后，这个巫妖就不得了了。好，看见了，又去我的主矿了是吧？这一次的话，四辆坦克，一攻两防。那 Happy 这边没有绞肉车，能不能守得住？这一波至关关非常的关键。小甲虫在外面的甲虫全部回来守家守家，浪漫这一波没有带 TP， 哈，破釜沉舟，刚好主矿踩完了。那这一波的话，拆建筑呢还是打架好？换下了两个假坦克，看起来六个坦克。这一波，先把对方的英雄给耗一下。浪漫就是拖住对方的大部队，然后拆。哦呦，大法师有点扛不住了，身上血瓶，赶紧吃，吃完也保不住。哎呀，这一波大法师的位置太差了，五级大法师瞬间秒掉。哎呀，其实吧，如果你们调度对手的大部队坦克来拆，还是有点机会的。那这一波正面调度不过来，山丘倒下。大法师倒下，骑士好像也有点撑不住了。DK 升到五级，巫妖的话也是即将到五。六级小强大招一开，哇，怎么办？身骑士顶个无敌，身上没有避难，看能不能拆掉。我们看一下 Happy 还有几个建筑，还有七个建筑，四辆坦克状态很不错，来拆拆拆拆拆，能不能拆掉？身骑士不太敢靠前，怕被秒掉。可惜身上没有避难，如果有避难的话，把几辆坦克给弄回去还是很爽的。好，又拆掉一个建筑，这一波的话圣骑士随时过来搞偷袭。好，坦克来继续拆，哎，坦克拆拆拆，这一波有机会有机会，一二三四，还有四个建筑，来，浪漫赢了，拆拆拆拆拆。 Happy 外面有没有兵？有没有兵？好，小四生走了，去外面造建筑了，要离得有点远。
这一波拆主矿的差不多拆完了，可以好，这一个坦克跟了过去，哎，看见了对手造一个基地，接下来就看看 Happy 这个建筑能不能造得完美一点，同时这边坦克看能不能留下围住坦克。好，建筑拆完，我们看一下 Happy 现在一个建筑，其他有建筑吗？哎，没有，要被 defeat 了吗？部队遭到了攻击。哦，这边又造了一个浮空城。好，小四三外面走，这边 Happy 还有一个大墓地。那浪漫，哎，浪漫现在有飞机吗？要是有飞机，侦察好一个飞机，在外面各种侦察。但没想到，哎，他就造在这。好，这个坦克看见了，赶紧拆，能不能拆掉？靠你这个坦克了，坦克我拆。大墓地好像一个坦克拆不掉，哇，没有拆掉。浪漫这边有钱吗？哦，还有一个圣骑士，一个飞机。Happy 的话，100多块钱还可以造建筑啊。好，又补一个大墓地，哇，两个大墓地，老板拆不动了。圣骑士，无敌时间一到就是你的死期 ，DK 一直在追。那这边的话怎么办？无敌时间一到，能跑到哪里去呢？这边的话，买个炸弹人，哎呀，买个炸弹人，但是被发现了。那浪漫打出奇迹，我们恭喜 Happy， 最后这个残局，Happy 处理得很不错。